因果智慧的重要性。我们今天还是把因果重新再学习一下，因为它非常重要，重要到我们不时地为自己修命，究竟修一个幸福安乐、开心自在的命呢，还是修一个时时困惑倒霉痛苦的命呢？实际这一切一切都在我们手上，我们如何的去把握，这个就显得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大乘佛法毕竟要发挥一切妙用。一切妙用，其中我们怎么样的去发挥，借用佛家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转识成智，转第六意识成为妙观察智。这妙观察智，其中因果，一个因果我们可以微妙观察一切现象啊。那因果看起来又太容易了，实际呢却是很容易，也就是说我们身口意造作的每一点一滴都会形成因，它将来都会有果实，就那么容易。佛经里也是讲，他过去种了什么因，现在结了什么果，因为太容易了，所以说人呢都认为自己会了，真会了吗？其实不然呢，真正会了的人，他就不可能再做一点恶，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守戒了。真正会了的人呢，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发愿了。那么有的时候我还能跟着妄想跑，还能跟着业跑，跟着一切人事物跑，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因果只是学了一个表面，根本没有把它变成自己的一言一行，遇到事忘了，忘了也不要紧，但如果依我们习惯去造呢，就危险了，太危险了。因为我们按照习惯造，除了贪嗔痴慢疑没有别的东西，而且我们的习气是自然而然的，都不需要思维的，马上就搬出来了，都是恶业，因为我们恶业的习气已经根深蒂固纯化了，非常熟练，所以说我们举止动念无非是业，无非是罪。但我们想造点善业，还得去造作才能造出来，那么我们恶业熟练到不需要思索，不加思索的就能把它造作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个我们造多了，恶业造多了，养成了恶习。随业所现，记住，这些一切虚妄的诸法集起，只是虚妄现象，毕竟无主、无我，毕竟这些只是个现象，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正在转换演变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你看看山河大地也好，男女老少也好，我们的身体，实际每一秒钟、刹那刹那，它都不停地在转换演变。你所拥有的比如钱，也只能说暂时在你手里，你有支配权，它只是一个现象而已，一切都是随业所现。虽各随业所现不同，而实于中无有作者。在实实在在来讲，这一切当中没有作者。什么叫没有作者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通常来讲，我们造业我们受报。为什么又说在这里面没有作者？没有人在造业，也没有人在受业，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让我们知道一点，这都是梦中的我，以及梦中我在造作梦中的事。但是梦中的你也好，梦中你造作的一切，以及你感受的一切，毕竟没有你以及你所感受的一切，毕竟梦中的事。所以说，真实的来讲，而始于中无有作者，也无有受者，那是梦中的事，但是梦是我们自己修来的呀。梦里的皇帝，你也可以做梦里的皇上，你也可以做梦里的奴才，这些都是自己修来的。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都是在我们自信当中如幻而现的。所以说，这一切现象，我以及我所
这一切现象，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以及这一切法都是什么呢？都是不可思议的自性如幻变现的。有智慧的人知道自己，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自己，什么是虚妄的自己，知道这些个如梦幻一般的境界是自己可以造作的，也可以让自己好，也可以让自己不好的。但是这毕竟梦幻一样的境界，那有智慧的人知道了以后，就应该去修善业，去修一个好梦了。恩师教诲，贪嗔痴慢疑就是耻辱，就如同臭狗屎如果挂着身上，说在嘴上，融入心里，当然就是耻辱的事情了。好逸恶劳，贪的结果就是身口意越来越笨，三业艰难了。对好逸恶劳要惧怕的要命，才能保障自己不能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兴趣和做事的好状态。喜欢发现问题，积极解决问题，养成这个好习惯，就人人钦佩了，惧怕的要命是关键。赞恩师，作者法福。吾今赞叹恩师一再强调训练的重要性，学以致用，哪块练了哪块就有，哪块没练哪块缺乏，训练很重要，需要什么建立什么，马上练，时刻练，练久了就会了，唯手说儿。吾今赞叹恩师破除我们的大力邪见，不能想着省力，力是越用越有，不能想着占便宜，便宜越占越少。吾今赞叹恩师教诲安住大乘境界，一切过眼云烟，稍纵即逝，都是戏，莫在意，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重要。众生每个当下都活在自己虚妄的颠倒妄想当中，哪有多重要，不用太计较。吾今赞叹恩师深知我们烦恼深重，奴性十足，从不宠我们，不滋养我们惰性，不纵容我们贪欲骄慢，不姑息养奸，不让我们在温柔中埋葬。吾今赞叹恩师善于调动大家学习的兴趣，借助不同的事，用着不同的言辞，宣说同样的妙理。吾今赞叹恩师角色转换精准到位，快速完美，不乱丝毫。吾今赞叹恩师常欢喜，待众受苦，无有所求，从不显摆。吾今赞叹恩师忠厚老实，圣洁高雅，不被世法所侵，默默净化人间。吾今赞叹恩师一诺千金，一旦承诺，使命必达。吾今赞叹恩师自在授业，借业打业，
巧作佛事，无尽赞叹恩师无希望心清净说法，得无穷利益。赞叹恩师，感恩恩师，举手投足谈笑之间，契机适度，和光同尘，觉醒梦人，宿离苦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具恩根本上师佛，南无具恩根本上师佛，南无具恩根本上师佛。菩萨身时年渐长大，在天正堂已到开化，恩及庶民，明德远闻。于是颂曰：同幼处正堂，已到化天下，决断众事物，故号毗婆师。清净智广博，甚深游大海，越可于群生，使智慧增广。于是菩萨欲出游观，告敕谕者，严驾宝车，一比园林，巡行游观。谕者即便严驾一矣，还白金正事实。太子即乘宝车一比园观，于其中路见一老人，头白齿落，面皱身绿，拄杖盈步，喘息而行。太子故问侍者：此为何人？答曰：此是老人。又问：何如为老？答曰：夫老者，身寿相近，余命无几，故谓之老。太子又问：吾亦当耳，不免此患也？答曰：然，身必有老，无有好见。于是太子怅然不悦，即告侍者回驾还宫。静默思维，念此劳苦，吾亦当有。佛于是颂曰：见老命将尽，拄杖而盈步。菩萨自思维，吾未免此难。尔时父王问彼侍者：太子出游欢乐不耶？答曰：不乐。又问其故，答曰：道坟老人，是以不乐。尔时父王莫自思念：昔日相师瞻向太子，言当出家，今者不悦，得无耳乎？
当设方便，实处深宫，五欲欲乐，以悦其心，令不出家。即便严事公馆，检择才女，以娱乐之。誓愿一切众生尽未来际，遍一切时空处，具足善业功德和能力，在世间示现成佛时，同佑处正堂，以道化天下，决断众事物，清净至广博，甚深游大海，悦可于众生，使智慧增广，以此功德能力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奢化众生同入佛智，同时具足极大的欢喜信心，大勇猛精进力，不乱专一的念，将此誓愿固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深沉巧妙契合众生根基的智慧，圆满慈悲喜舍，救护一切众生。此愿本真如遍一切时空处，发挥妙用。降伏烦恼是烦恼之枝叶，嗔疑慢及其相应的随烦恼之二。疑，作者一凡。什么是疑？二，有时候我们这样总是表达，在别人心里就跳水了，那心里又有疑问，要不要说呢？放在恰当的场合去说多好呢？人家说慢的时候，我们去说疑；人家说疑的时候，我们又去说慢，别人就会认为这是干什么呀？搅局啊！如果心里实在是有疑，怕忘记了，那就拿笔记下来，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场合、恰当的人群，说出来这个恰当的话，不然人家会认为你是在搅局呢，因为你的问题多了去了。如果这样的话，只不恰当的请问，那就没完没了了。这个疑，因贪也会有，因慢也会有，因嗔也会有，因嫉妒也会有，烦恼之间都是相互影响交错的。有时候我们被说破了，就会很难过。其实难过的不是我们，是那些东西藏不住了，不能隐身了，都给它现形了。所以说，一人发心向道，十方魔功震动。有些东西不能在网络上讲，如果讲得太重了，有人会接受不了，一定要在现场，在现场的人会精确了解究竟是在讲什么。而且绝对不是在骂某个人，但是这些事真就有，高人绝对不干一下自取其辱的事。大长今什么时候去干过？语言、神态、表情、动作哪里犯过？人总是想表达更好，但是往往是表达失误，即使我们嘴里说出来的客气话，也只是语言文字，
让别人听着美好的感受，因为缺少内在的东西。真诚心啊，感恩心啊，我们表达出来的干干巴巴的东西，让人听起来确实有点别扭。别人会认为说这个废话干什么呢？因为人家没有感受到我们的感恩，没有感受到我们的真诚。我们不是去应付别人，哄着别人，甚至表现自己，那样的结果会适得其反。我们要有一个确切的内在的东西包含在里面。现在的人连感恩是什么都不知道，真是要感恩的话，我们就要知道众生恩。我们要有切身的感受的时候，就会以感恩的心真诚地表达出这个文明用语。我们没有这块，直接拿出来文明用语，给别人的感受不会是好的。我们时刻在表达，时刻在说话，给别人的感受都不是好的，最低最低的你好、谢谢，我们都表达不来。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的塑造自己，因为我们现在太垃圾了，真正好的东西不多啊，不好的东西是油然而生，不需要什么准备的。疑也是人内在的东西，跟口上的四种过、身上的三种过不一样。身口是外在的，贪嗔痴慢疑属于内在的东西，还占有一个主导优势，都是由内在的东西来引导外在的行为。比如说愚痴而生疑，会有很多枝叶；因慢而生疑，也会有很多枝叶来，很多很多。这个疑我们怎么样能避开它？太可怕。这个疑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会主动排斥一切。慢还不是主动排斥，我本来想好想吸引人，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慢就把你给排斥了，结果把人给吓跑了。25，宗旨等的改变不影响现有的权利和义务。对法人团体或与法人团体有关的信托的宗旨、目的或章程的改变，并不影响 A 该协会或其他人的任何权利、责任或义务 ；B 任何法律程序。在更改生效前已经存在或正在进行的法律程序。第五部分，杂项规定。26，协会成员的最低数量。一个注册成立的协会不得少于5名成员。第四部分，内部事务的管理。第一部分，官员和委员会。27，公职人员。一，在根据第九条向一个社团颁发注册证书时，申请人就是该社团的公职人员。二，法团的公共官员必须是居住在领地内的人。三，在符合协会章程的前提下，法人协会的公职人员可以在协会中担当任何其他职务。四，在以下情况下，法人团体的公职官员的职位将出缺 ：A. 死亡或 B. 破产，申请从救济破产或无力偿还债务的法律中获益，或与他或他的债权人和解，或 C. 变得精神不健全，或 D.
以签署通知的方式向协会的委员会辞去职务，或 E 被协会成员根据其章程通过的决议免职，或不再是领土内的居民。五，此外，如果根据法人社团的章程，该社团的公职人员必须是该社团的雇员或担任章程中规定的其他职务。如果该公职人员不再符合要求，该社团的公职人员职位就会出缺。六，如果法人团体的公职人员职位出缺，该团体的委员会必须在出缺后的14天内任命一名人员担任公职人员。七，如果法人团体的委员会没有遵守第六款的规定，该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均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以不超过20个处罚单位。